简单带你去把工作处理一下啦。王亚春，你糟蹋我甲林家宝做伙，原来就是想要甲伊继续勾勾缠。你这绿茶！你别过来！我拄仔有好代志。你给我简单带你去把工作处理一下啦。王亚春，你糟蹋我甲林家宝做伙，原来就是想要甲伊继续勾勾缠。你这绿茶！安乐杯想要开？就是阿公安乐伫个地方内面啦，迄度有伊个。安乐伊做家己自在，我经常要拜托你，你也当心水。你会想要伫阿妈甲阮妈面头前去表现？其实我安尼做吼，是为着提防伊个合理。我就感觉伊心机足重个啊，阿叔讲袂互伊上位吼，倒不如互我奖款，安尼较保险嘛。我去电视台找你，看到恁两个当干袂甜。你对不起阮爸，对不起我，欺骗阮爸仔囝的感情。你若要爱你的查某囝，麻烦你多关心伊一下。啊，无人欺负伊啊，有什么委屈啊？你莫借题发挥啦。我看你家己哦，就是皮很大，橡皮腿。你搁讲啊，好你讲，好你讲，你听得懂啊？你这么一个人来要创啥？我跟你求婚啊！车要撞到我的时阵，你不顾一切来救我。我真的想袂到你安尼做，我就感动了。唔知影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甘愿相信是真的。这个求婚，我答应。